没想到墙壁后面还藏着一个密室。所有人注意，这块石板下面一定藏着。是啊，你有找到什么东西吗？一张带有特殊图案的 ID 卡，除此之外没什么特别的。卡特，怎么会是你？劝你最好不要插手这件事情。飞哥当年在我这儿也像你一样这么的固执。你没事吧？这个情况有点糟糕。